迈入第十七届的新北市劳工之星歌唱大赛开放报名，活动延续去年，分为魅力之星、活力之星以及移工之星组别分组竞赛。在特别奖项当中，则是增加了最佳啦啦队奖，邀请亲朋好友为参赛者加油，增添比赛的欢乐与活力。声浑厚嘹亮，还飙高音，惊艳全场。来自菲律宾的移工鲁迪夺下去年新北劳工之星歌唱大赛移工之星组冠军，可见竞争之激烈。各界瞩目的新北劳工之星歌唱大赛即日起至七月十四号接受报名，今年同样分为魅力之星组、活力之星组与移工之星组。只要是年满十八岁，工作地点或者是户籍地点在我们新北市的在职的劳工都可以报名，那或者是在台湾合法受雇的外籍移工朋友，那工作地点在新北市的也可以报名移工之星组。那我们各组都会取前十名都有颁发奖金，那冠军我们都会颁发30,000元，那总奖金会高达300,000以上。新北劳工之星歌唱大赛迈入第十七年，是公部门历史最悠久的歌唱比赛，不仅发掘许多艺人，更是劳工朋友展现歌唱实力的最佳平台。今年再增加特别奖项，邀请亲朋好友为参赛者加油，增添比赛的欢乐与活力。特别有最佳台风奖、最佳造型奖，那我们也鼓励决赛的参赛者可以带亲朋好友一起到决赛现场来加油，所以我们今年增加了最佳啦啦队奖，那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劳工朋友都上网搜寻我们2012年新北市劳工之星歌唱大赛，我们网站上会有详细的报名的资讯，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劳工局邀请爱唱歌的劳工朋友前来一展歌喉，纾解工作压力。报名方式可上2023新北劳工之星官网查询。